各位记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赖佩霞。今天在这里正式告诉大家，我接受郭台铭先生的邀请，搭档参选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、副总统。我相信朋友看到我站在这里，眼睛瞪得比嘴巴大，心里想：赖佩霞，你搞什么鬼？民调这么低，淌什么浑水？也不为自己想一想。我的答案是没办法，我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，君子有成人之美，只要我认定是对的，而且我也帮得上忙的，我就会全力以赴，绝不放手。接下来朋友一定会问我说，为什么？我有一群当初跟郭董一起创业的老朋友，私下谈起，他们都会说他是个有情有义、有情有义、秀情的人。只要跟他一起打拼过的员工，无论是学历高低，都会得到最好的照顾跟优厚的待遇。他也曾经跟我说过，大家看到的只是郭董他霸气的一面。事实上，为了公司的生存，他的身段比谁都还柔软。据说有一次为了拿订单，中秋送礼，他顶着大雨站在人家门口等了一整天，对方就是不开门，一直等到晚上，业主的太太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才请他进去。为了公司的业务，他就是不放弃。他的真诚，他的毅力，最终感动了业主。这就是郭台铭拼搏的精神。所以也难怪竞争对手讲起他不免牙痒痒的，因为他就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。另外一个比较是我个人的因素，从2016年一例一休政策开始实施，我看到原本生意兴隆的老店铁门一家一家拉下，门口一张张剥落的休业公告，一封封没有拆封的信洒落一地，原本热热闹闹的街道转眼变成了无人打理的空巷。看着那些老老板红着眼眶满心愧疚的请求老员工们的谅解，那一幕在我心里念念不忘。一个没有经过跟老百姓讨论的政策所引发的骨牌效应，不是我们一般外行人能够想象的。我们需要有专业素养、有实务经验的人来制定对的政策。40年来，我投入大量的心血在研究心理学。我知道，为了身心健康，我必须要关心台湾的经济。经济一旦下滑，人的精神就会受到影响，接着可能就是家庭破碎，甚至于一蹶不振。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满街游民的场景是我们的借镜，绝对不能让它发生在台湾。有一次碰到瑞士银行的一个高阶主管，我忧心忡忡地问他，我说：你看台湾的经济怎么样？他说：放心，当年韩战越战后，美国经济起飞，台湾赚到了；日本经济起飞，台湾赚到了；大陆经济起飞，台湾也赚到了。台湾其实很有钱，只是都把钱放在国外，主要是因为两岸不稳定的局势让他们不愿意冒险。大家所谓看到的这些外资，大部分都是台湾人的钱，可惜他们愿意投资股票，却不想把钱留下来做长期的建设。
一有风吹草动，马上撤资。听了，我一则以喜，因为台湾人有钱；一则以忧，这叫那些不懂金融操作的年轻人何去何从？那些不想做高风险投资，只想过稳定生活的年轻人如何提升自我价值？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，要他们如何想象未来，如何规划人生？我多么希望这些外地的钱可以回流，只有经济稳定，年轻人才敢去想象自己成家立业、结婚生子，做父母的也有机会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。相信我们都还记得之前柬埔寨的事件，那绝对是每一个做父母亲的梦靥。因为经济环境不佳，我们无能为力把孩子留在身边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外面受欺负。我们不能再让这样事情发生，也不能只是嘴巴说说而已。除了拟定振兴经济计划，还要有彻底执行的能力，在需要的时候更要大胆改变，不退缩。我在这里恳请郭董，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，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吧。请那些海外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一起回来台湾，拟定对的政策，吸引台商回来投资，跟留台湾。同时，也让那些目前在海外打拼的台商相信政府是会成为他们坚定的后盾。还有，请你去争取一些好的国际项目来台湾。希望用你50年经商的成功经验，帮助台湾人、年轻人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。看来你奶茶要多喝好几杯。接着朋友可能会问，赖佩霞，你能做什么？自从听到郭董的邀请，我开始上网搜寻，我真的很难想象怎么会有人这么不讨喜。明明善良，决定聪明，能干，有实力，又有钱，怎么会把自己弄成民调那么低？加油！加油！没问题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。好，我的专长是沟通协调，除了偶尔演戏，过去30年我都在念书，同时研究心理学。我拿了博士，专攻领导力，过去几年也在哈佛、甘乃迪大学、法学院、医学院、商学院学习，这些专业都是我未来可以贡献的。所以接下来首先我要做的是跟内部沟通，因为他们非常辛苦，跟媒体沟通就是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然后跟在野党沟通，而最最重要的是要跟全国的民众沟通。两岸和平，经济繁荣，放眼天下，绝对清廉，是郭董非常有把握的政见。身为副手，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。也希望除了霸气总裁，大家还能够认识到他有情有义、坚韧不拔、排除万难的这一面。同时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会把政见做更清楚的说明。我们都知道，接下来无论任何人执政，未来4年都会是一条非常艰辛的道路。
只要大家希望看到在野合作，郭董就会继续带着团队朝那个方向前进。最后，我要说，好多年前因为拍戏遇到一个刚从欧洲念完硕士回来的年轻女导演，我们聊起了她的父亲。她语带哽咽说，她已经三四年没有回家，跟父亲完全都没有联络。原来当年太阳花运动，由于自己太过热衷，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跟父亲起了严重的口角冲突。父亲突然当着大家的面狠狠地给了他一个耳光，叫他滚。他气愤难平，临走前也脱口说了一些难以收回的话，因为他无法相信那个从小把他当作掌上明珠，一向最宠他最爱他的父亲竟然会动手打他。那一记耳光就此拆散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幸福，他伤心欲绝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只要一到选举，这一类的事情还真的不少，像是群组里面可能因为的支持的候选人不一样，就彼此放话攻击，最后连朋友都做不成，真的没有那个必要。我要说的是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经营任何一段感情都不容易。哈佛有一项研究显示，人要活得健康快乐，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经营。选举是一时的，为了选举把一段关系给搞砸，一点都不值得。外国朋友说，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但我更想说，台湾最美的其实是人情味。我们坚信，只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，一定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台湾。毕竟，你我都深爱这块土地，当然也要爱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赖佩霞女士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